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Heidi。每次有朋友搬屋或者搬出去住，都会问我究竟买哪一些厨具好，因为他们知道我很喜欢买，尤其是达达窝。我是跟大家开箱过 Modori 啦、多加多，其实家里还有特福的，所以不用问很多不同的人，只是问我一个就有综合用后感，都挺方便的。不如直接拍一条片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三套的窝具，究竟用了一段时间我有什么的感受啦，究竟好不好用啦，值不值得去买啦。如果你咁啱系观望紧嘅，好想买，想听下我嘅意见嘅话咧，呢一条片绝对啱晒你。其实我唔知道有冇一个名字去称呼佢哋嘅达达窝，都系自己作翻嚟，因为咧佢哋就系咁样搭埋一齐啦，非常之容易收纳嘅。呢一套系独家度，然后另外有一套咧就系木。Dory， 仲有一套特福咧，我就系喺屋企啦，嗰套我就会再补拍翻一啲镜头嘅，同大家介绍一下究竟佢哋一 set 里面包咗啲乜嘢先。Modori 呢一套咧系包咗一个24cm 嘅平底锅，一个22cm 嘅浅炖汤锅，佢咧系有深度嘅。同埋一個 18cm 嘅湯鍋，我會話佢似牛奶鍋嘅，因為呢一度有個釒釒位嘅。同埋最 signature 就係佢哋嘅蓋啦，呢一個咧真係一望就知道係 Modori 噶啦。加埋一個手柄係1372蚊，咁但係佢哋成日做優惠嘅，而家嘅價錢係1098蚊嘅。然後中間個鍋如果要配一個蓋嘅話咧，就會係123蚊。我見到而家做緊優惠就係98蚊，冇得唔配嘅，因為你燉嘢除非係本身有一個啱啱好嘅蓋，如果唔係咧，呢一個蓋基本上你都一定要買噶啦。而獨家度咧，佢係有一個26cm 嘅煎 pan， 一個22cm 有少少深度嘅鍋，同埋一個18cm 嘅湯鍋。套裝裏面係包咗個手柄啦，一個湯鍋嘅蓋，同埋咧有一個萬能蓋啊！呢一個蓋咧，佢望落去平平無奇，但係呢度佢係可以吸到唔同大細嘅鍋噶，有22cm、24cm 同埋26cm， 咁所以咧佢都幾方便嘅。而呢一套嘅價錢咧就會係1298。最后就是特福啦，它有很多不同组合，当时我是买六件套的，它有个 28cm 的锅， 26cm 的煎 pan， 22cm 的小炒锅，还有 20cm 的汤锅，跟着就会包一个手柄，一个汤锅的盖，还有两个胶盖。当时我买的价钱是非常之抵，因为现在去找呢已经是 around 1500蚊左右的了，但是呢我是新年在 Sogo 的时候特价买900多蚊，想都不想就带了回家。在外观的话毫无疑问Modori 是赢硬的了，因为它真的很漂亮，你放在那里不煮东西做装饰呢，我都觉得是满分的。它的盖呢是非常非常之可爱，同埋佢嘅白色咧係好純潔啦，跟住自己一個女仔搬出嚟住咧，嗰種嘅儀式感咧係滿滿嘅。咁所以咧，我真係覺得嘅咁多套裏面咧，最靚最令我哇忍唔住唔煮嘢食都要買嘅話咧，就一定係佢嘅。咁但係純潔嘅背後就係、是、我唔敢用明火去搞佢，佢個底都係白色嘅，如果燶咗點算啊？雖然我係有煮過一啲有顏色嘅嘢，例如係燉紅酒牛肉啦，跟住。一啲嘅部队锅啦，咁佢里边咧系冇染色嘅，全部都 keep 到系好靓嘅米白色。咁不过咧，如果你话要用一个火去辣佢个底咧，我都仲系唔舍得嘅，即系搞唔掂啊！呢、這、一个我系非常非常之锡住佢去用，我买佢系为咗外表噶嘛。如果佢嘅外表有损失嘅话，我个心系会痛嘅。如果冇比较嘅话，独家度呢一套都靓噶，佢唔系黑色死气沉沉嗰种厨具咁闷啦。然后佢嘅米灰色咧系同任何厨房都夹到噶，望落去好和谐啦，好舒服啦。跟住之后同其他嘅厨具咧都系好衬嘅，唔会格格不入。咁但系 Modori 嘅米白色啦，佢好可爱嘅盖咧系的而且确有少少打败佢嘅。呢一个咧我就冇咁镜石咁用啊，可以粗用啲。佢咧系煮任何嘢一样都是没有染色的，这么久以来它都是没有任何的痕迹的，非常之好。但是放在这个家里我都是没有用到明火的，它的底呢一样都是米灰色，这个呢我不介意它被火烧，这么巧在这里没有火，即纯粹是它没有白色那种那么脆弱那么要呵护的感觉。
咁然后到最后咧就系特福啦，咁佢系好传统嗰种黑色啦，跟住之后望落去好普通啦，跟住系好正常一个厨房会见到嘅厨具咧，系冇任何惊喜嘅。总之系实用为主，要用明火烧嘅话，第一套就会拱佢出去噶啦。然后就系讲实用性，究竟好唔好用呢？其实我觉得三套系适合唔同种类嘅家庭噶。Modori 比较啱一个人住啦，唔系成日煮嘢食嘅朋友仔。有朋友分享过话我知。原来这个盖是可以用来做碗的，我是完全没有想过，虽然是很漂亮很方便可以当碗这样用，但是它不是透明的，我们煮东西的时候是看不到里面的情况，我就觉得如果你是整天煮或者是真的喜欢煮的话，它有一点不方便，见不见到它全部窝都是直角，这个直角它滗东西的时候就没有了那个顺的感觉。但是如果一个人住啦，你煮一些很简单的东西，可能煎一下扒跟住之后撒下意粉的话呢，它是 OK 的，全部都可以应付到的。跟住到 Dogado 这一套，我就会觉得是比较适合小家庭，不需要大排筵席啊，要煮很多样东西，基本要煮的东西它都做到的，尤其是喜欢它这一个嘅少少煎 pan 少少镬嘅感觉咧，佢系斜嘅，咁所以如果我系炒菜嘅话咧，我系好中意用佢，冇咁中意用我 Dory 嗰套啊，佢滗出嚟嘅时候咧系就手好多嘅，然后咧就系佢呢个汤锅咧。是透明蓋的，所以我煮湯的話就會去望它啦。同埋 Modori 它這個當碗用呢，其實我這裡有兩個人啦，很少一個人煮食的，咁所以呢它一個碗對我來說是沒有加到分啦，我怎樣都要開多隻碗的啦，同埋洗嘢不是我嘛，對啦，咁跟住然後中間這個的話呢，咁就要 depends 啦，因為呢我給大家對比一下 Modori 中間的鍋呢是深過 Dogado 的，咁但是Dogado 咧，佢系阔过 Modori 嘅，咁所以就要睇下你煮啲乜嘢啦。如果我要炆嗰啲系萝卜牛腩，佢需要一个深度嘅话咧，我就真系中意 Modori 多啲。咁但系如果你话一般系煮咖喱啊，或者有汁嘅餸啊，跟住鱼香茄子嗰类嘅话咧，其实 Dogado 呢一个都已经做到噶啦。然后如果你话要煮一只鸡嘅，两个都唔得噶，除非你系斩件咯，你只要成只摆落去嘅话咧，其实三套都做唔到噶。而最后特福嘅话咧，唔使讲噶啦，佢有个大嘅炒镬系赢晒 Modori 同埋 Dogado， 真系咧会适合平时成日煮嘢食嘅家庭嘅，同埋新手都啱用噶。佢中间有个红色嘅位咧，就话俾你知究竟嗰个镬咧系够唔够热嘅，咁你就可以知道几时咧可以将啲嘢食放落去煮啊。呢一样嘢咧系 Dogado 同埋 Modori 咧都系。冇嘅，咁所以如果你系不求外表只求实用啦，同埋佢系比较多唔同嘅组合啦，你会用边一样嘅嘢多啦，你就可以揀翻啱你嘅组合嘅话咧，其实就唔使谂噶啦，真系买特福就 OK 嘅，系非常之稳阵啦，纯粹系佢好普通，佢系有俾到一个嘅胶盖我噶嘛，嗰个胶盖咧系几有用噶，系可以吸住摆落雪柜，食唔晒啲嘢嘅时候咧保存会好啲，这个始终它有个窿啦，咁就算是 Modori 都好啦，它那个牛奶锅那个盖呢都是有个空隙喺度啊，大家见唔见到呢度啊？咁佢哋摆落雪柜嘅时候咧，我都系要用翻保鲜纸喺上边会稳阵啲。咁但系如果系特福嗰个咧，我就直接用胶盖吸住佢，跟住摆落雪柜咧就已经可以保存到咧，我都觉得系好方便噶。系啦，咁就真系大家 depends 你嘅需求咯。三个我用咗咁耐咧，其实有一个问题好多人问噶啦，究竟会唔会黐底？黐底咧唔系个镬嘅錯，其實咧佢哋全部有 coating 噶，咁所以咧佢唔應該係容易黐底嘅。點解會黐底咧？有幾個原因，就係你唔小心令到佢個 coating 甩咗啦，咁跟住之後就會開始黐底啦。如果你用韓國呢一類型嘅鍋咧，就唔好用大火，佢哋其實用中火嘅時候咧已經係夠熱噶啦。咁不過咧，佢哋咧係傳熱比較慢嘅，一開始要等好耐咧個温度先至會啱啊。總之咧，其實我用咗咁耐咧，都冇試過黐底嘅情況嘅，我亦
都问咗我屋企啦，同埋呢个屋企负责洗碗嘅部门咧，佢哋都话系好容易清洗嘅，同埋好重要，好重要咧，就系尽量唔好用有 coating 嘅厨具去蒸嘢，用翻不锈钢嘅材质会比较好嘅，因为蒸嘢嘅时候有机会会耗损个 coating， 咁就会发生之后黐底嘅情况出现啦。系啦，咁呢一个咧就系我用呢三套嘅达沃一段时间之后嘅用后感啦，因为咧我唔觉得话边一套系最好嘅，只有你最适合啦，跟住之后你究竟中意佢嘅外表多啲。定系想要实用性多啲啦，同埋咧，你平时煮嘅嘢究竟边一套咧系最啱你个 style 咯，系咯，咁希望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啦。如果中意今日呢一条片或者有其他嘅问题，我突然间谂起，你哋都可以留言问我嘅，系啦。如果中意条片嘅话，记得俾个 like 我 subscribe channel， 我每个礼拜都 upload 两条新片，逢星期六嘅就双同星期日嘅就12点，我哋下条片再见啦，拜拜。